去好吗？啊，燕团长，高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没事，我过来看看。小包子，高队长，哎呦，哎呦，包子，怎么有此雅兴啊？哦，没事，我过来看看。哦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喝杯酒。哎呦，例行公务。 燕团长，快带小豹子回去，这里不安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就别管了。整个集团都在这儿，我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。赵桂水可能在里边。他怎么在这儿？现在我也不确定。赶快带小豹子回去，我去看看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妈妈，高叔怎么了？赶快，妈妈带你回去啊。 天秀，时间不早，该结束了。再过会儿嘛。天秀，快点。嘿，你看你这是。来来来来。Ladies gentlemen， 酒会到此结束。这面呢是主人给大家准备的回礼，人手一份。好。 刚从地下出来，你就追上来找茬来？少废话，投降吧！你开枪，这屋子里到处都是炸药，万一引爆了，咱们同归于尽是一回事儿。这可是闹市区，周边啊，可是要炸死很多无辜的百姓啊！
醒醒，高队长！你醒醒，高队长！老高，老高！刘局长。 这里有多大的炸药量？我初步预估的是，按每个炸药包一公斤，体积在50立米见方。炸药存放在了储藏室。 我当时看到，大概约有70方米，也就是说，敌人在这里总共合成了70公斤的炸药。按每个人拿2个炸药包，大概需要有近100人。如果这些人分散在了竹山各处，一旦统一行动引爆炸药，不要说兵工厂了，整个竹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推测，这才是敌人真正的春帆计划。